晚课。字句，
即使是八洲三味恶，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有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虽充满其中，此地存一金沙菩提，四边皆大金碧琉璃，波璃和尘上有楼阁，一金一琉璃，波璃砗磲池中花囊，和岩石子池中莲花塔，如澈轮青色金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舍利弗，极乐国土存久无始功德庄严，有舍利弗，彼国国土常作天乐，黄金辉地昼夜流逝，雨天满陀罗花，悉度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个身咒妙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一时时还到本国，凡事尽心舍利。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扶持舍利弗，彼国常有浊浊奇妙杂色之鸟，白鹤空羯鹦鹉舍利迦陵鸣皆共鸣之鸟，是诸众鸟昼夜流逝，出河崖阴极阴云长，五个菩提起菩提轮，八乘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是因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如无为此鸟，是是最宝所者。所以者何？彼佛国土无塞河道，舍利弗，其佛国土生无河道之谜。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莲花应旋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
我
Amen.
是他阿波罗悉菩迦帝迦罗帝夷醯律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呐摩呐摩悉摩悉利多云俱卢俱卢揭蒙嘟噜嘟噜跋奢耶帝摩诃跋奢耶帝陀来陀来帝利利悉婆那耶遮那遮那摩诃跋摩呐摩帝利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自古以来有佛教，就有佛教的代表物佛事佛像，更有一种更圆满的，叫佛陀的舍利塔、菩提塔等等的佛塔。所以我们要发愿在各个地方，包括离岛、金门、澎湖、兰屿，甚至有沙叶的地方，都应该来这边造佛塔。有灾难的地方，曾经发过灾难的地方，我们也应该要造佛的舍利塔、佛塔，来消除，让那些灾难者得以超度。所以希望大家护持造塔的计划。阿弥陀佛。净除恶业的菩提圣福，累积资粮的立身法门，邀请您一同加入建造佛塔计划。护持账号：19658482，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与慈悲生活在一起，生命电视，触动，行动，真感动。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即何处富罗那菩萨不闻应菩萨经，为菩萨藏经、发菩萨心经、立菩萨树经、应六波罗蜜经。